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谈的是自我中心。大家都知道自我的重要，譬如说我们常说我的需要、我的愿望、我的意见、我的目的，所以呢，一旦这个我被抽离了，就会让我们感到害怕。然而佛法却告诉我们，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。佛法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帮助每一个人从自我的困扰中达到无我的解脱自在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如何做到无我，以及为什么以自我为中心会替我们累积业障。今天早上呢，还有一位菩萨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一不能没有啊，一障不能有。”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啊，一不能没有，一障不能有，有了一障的话呢，那我就障碍我们呢动弹不得，或者障碍我们呢做应该做的事，想应该想的念头，说应该说的话，那叫做一障。什么叫做一障？就是啊，我们举心动念、举手投足，我们一举一动，不管是啊用语言的、用头脑的，或者是用我们的身体的，任何一种行为都造成的一种意。可是呢，意对人有意，对己有意，对自己的身心有意，对他人的身心有意，就不会造成呢叫做业障。如果说自己啊的行为使得他人困扰，使得自己麻烦，使自己啊受损失，使他人受损失，这就会造成业障。所以自己让自己受损失的时候呢，那自己时间的损失，或者是呢自己的在观念上的呀一种啊偏差，或者是呢在自己能力上的呀、财力上的呀损失，那我们就要做的事情做不起来，就变成障碍了。对他人造成损失伤害的时候啊，请问诸位会发生什么事？他们不饶我啊，他们会来讨回公平啊，他们会来求我，不是求我，要想我追回他们自己受到损失的这补偿，那就会来障碍我了。我就变成了一个债主了，不是债主，是一个欠人家的债的人了。而他们呢，就人家就变成了我的债权人了。这样子一来，我们处处都会遇到障碍，因为我们得罪了很多人，我们使得很多人伤害了，所以这个就造成业障。如果说是呢只有业而不是业障的话呢，那就很好了。所以业是什么呢？以菩萨要自利利他，佛要广度众生，用什么呢？用智慧，用慈悲，所以用爱心，用清净的、无染的、无条件的爱心来帮助自己，又帮助他人。爱心主要是帮助人，那么智慧和慈悲呢，也主要是帮助人，也帮助了自己。像这样的叫佛法叫做什么义呢？叫做佛义、慧义。智慧的义叫做慧义，这个帮助人的义啊叫做什么？叫做佛义。这个也是一，这样子的一是成长我们功德的，是让我们呢左右逢源，而使我们呢处处啊都能够自在的，这种一要的。因此我们现在在讲到我，有我和无我，自私的我以及呢是啊功德的我不一样。自私的我是啊非常啊愚蠢的我，这个愚蠢的意思呢，明明
做了这些行为之后啊，他的结果暂时自利，暂时的是利益到自己，可是往长远看呢，是啊不利的。暂时的让人家受损失，自己好像是占了便宜，这个是自私自我的，而自害害人也是。为什么？暂时好像是自己得到利益，占到了便宜，人家吃到了亏，可是呢，结果自己也反受其害。这个是愚蠢的我。比如说我们呢，在同一间房子里边，在一间房子里边呢，好多人共同生活在一起，我生活在这里，你们生活在那里，他们生活在那里，结果呢，我在这个地方我把我自己的环境弄得干干净净，结果呢，我把我的垃圾，我的大小便统统放到那边去，放到那边去，让你们受害，我没有事，哎，我保持我自己的环境很干净，结果到了时间长一点以后啊，那个地方臭气，那个地方的臭气，那地方的垃圾同样的影响到我这儿，同样我们把垃圾给人家，人家也会被垃圾到我们这儿来，所以互相的惊扰，互相的干扰，互相的呀，在敌对的时候呢，这个互相的呀破坏，在这个时候是反受其害，所以这种我是叫什么我，是愚蠢的自私的我，是我们要解脱的，要放下的。可是功德的我，我们还是需要的，所以功德的我一定是，所以大公无私的，不为己而为公的，不为己而为他的，为他一定是啊，自己也在其中。所以最好的自私的方法就是啊，不自私。最好、最安全、最可靠的这个观念呢，就是呢，帮助一切众生呢，是他人全体的利益，自己一定啊最安全。所以这种就是大我了。另外再过一层呢，我们叫做无我了。佛法是讲无我的，无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做一切的功德而不计较我有没有功德，我付出一切帮助一切人，可是呢，我心中啊不会希望求回馈，我不会希望求回报，我只是说我做我应该做的，做完了再不再想说啊，这个我一定要回收，这个叫做无我。成了佛以后，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他有功德在，他有力量在，在十方三世无穷的世间、无穷的空间之中，他处处都在，时时都在。这个我是不是更了不得呢？诸位可以想一想。